那如果这边老人不起的那怎么办？我们看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进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再看26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们讲解更加详细。这里哦，十八章里面有记载一对夫妇，先生叫做雅居拉，太太叫做百基拉。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原本是住在罗马，后来因为罗马在格老丢年间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你说罗马城里面不能有犹太人。那么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夫妻是罗马人，是那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就不能够住在罗马，不能够住在罗马。那去哪里呢？去哥林多。那后来保罗在雅典遇到了这些事情之后，就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那刚好碰到了这一对夫妻。刚好碰到这对夫妻，那因为他们本来是同业的，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制造帐篷为业，那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夫妻也是制造帐篷为业，所以他们就同住做工。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夫妻当中的这个妻子叫做百基拉，百基拉。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教会里面呢，妇女影响教会的兴旺盛聚很大，所以妇女在教会当中是不可忽视的一群。《使徒行传》里面很多妇女，在这些妇女里面，他挑起了整个教会的兴旺，也可以让我们看出有些妇女却让整个教会圣功遭受到这个困扰。就好像保罗他第一次国外布道的时候，就是受了那些妇女的困扰。所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要来看几个妇女。那这些妇女在教会当中真的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个地位不是属实上的地位，就是说教会圣功的发展，他们真的如果少了这些妇女的话，我想教会的圣功也很难像当时候那么的发展。那用这一些妇女提出来做我们互相分享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好好的运用妇女在教会里面可以影响的这些范围，让教会能够更加的兴盛。好，第一个，我们看第一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主耶稣交代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在这些等候圣灵的降临里面呢，除了十二使徒以外，其实有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妇女。所以十四节那边有记载，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你看，在这个求圣灵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不仅仅是弟兄，不仅仅是十二使徒，他也涵盖着几个曾经跟随过耶稣的妇人。那么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祈求圣灵的降临。所以在教会里面，妇女的参与啊，应该是啊要更多的。我们看，教会里面大部分哦，一般来看，教会里面聚会哦，都不太平衡了哦，不太平衡。哦，妇女这边的人数跟弟兄这边的人数哦，相差都蛮大的。哦，比如说我们今天安息的聚会。妇女坐了好几排，弟兄一排都还没有坐满，对不对？这妇女在教会里面有她的那个重要性存在。那一般来看，好像姐妹的这个参与圣工的这个时间啊，精力可能比较多一点。啊，目前来看是这样子。啊，那当时使徒时代也是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啊。那第二个，我们看第五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五章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第八章十二节，再看八章十二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就受了洗。十七章第四节，十七章的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律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再看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律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啊。这几处的圣经都讲到有很多妇女信的主，很多妇女信的主，而且呢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哦，所以信主的人不一定是弟兄，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哦，可见在使徒行传当中，他并没有把妇女信主这件事情给遗忘掉。那我们也从这个记录当中知道说，妇女在当时的教会的角色上也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好，第三，妇女们也为道受苦，妇女们也被下在监牢里面。我们看第八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第九章第二节，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好，二十二章第四节，二十二章的第四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彼得下监，雅各被杀，斯提瓦被用石头打死，保罗被关，希拉被关，路加被关，对不对？好像都是男人啊，都是弟兄。但实际上呢，我们找到了很多不仅仅是弟兄为主受苦下监，其实妇女啊姐妹他们也是被抓拿下监，只不过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他用这一个方式带过去。所以在教会里面不仅仅是弟兄受苦受累了，姐妹啊也需要在教会里面为主受苦受累，牺牲奉献，牺牲奉献，这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得到。那这一种受苦其实是相当有意义也相当有价值。那这种受苦虽然不比像
彼得像保罗这一种现象，但实际上在他们个人信仰的追求上，主耶稣的恩典里面也蒙纪念的。再来，因为他们愿意受苦，所以他们的信仰能够保住，保住信仰。他们愿意下到监牢里面，就表示他们愿意持守这个信仰，所以才会下到监牢。如果不愿意来承认这个信仰，他们就可以不用下到监牢里面去。这可以让我们看出说，妇女在信仰上，在教会里面有她的信仰的韧度，韧度不仅仅像使徒那样子有韧度而已。其实妇女在信仰上也很有韧性。第四个，在第九章三十六节那边有记载一个多家女圣徒多家。我们第十章有记载哥尼流他多多周记，那多家呢，他虽然不能够跟百夫长哥尼流相比较，因为他是一个女子，他没有当官，他或许也没有这么多的家财万贯，但是他却做了很多周济的事情，并且广行善事。所以当他生病死了之后，那一些曾经接受过他恩典的人觉得他死了相当可惜，因此他们就到吕大那边请了彼得来。如果多加他没有给这些人恩典的话，我相信他死了就好像一个人平常人死了一样，也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记录。那么多加他是一个女圣徒，但是他却能够多施周济广行善事。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姐妹在这一种事工上多多的付出，这就是多加留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那也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行善事的人不一定是有钱的人，让人纪念的人也不一定是钱财多的人。常常我们看见很多信徒他生活上是过得去而已啦，但是他却能够在侍奉上，在广行善事上能够让我们蛮感动的，蛮感动的。我当传道大概十多年，我遇到好几次很感动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注目我们都会发觉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默默的来，默默的敬拜神，默默的侍奉，默默的回家。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种爱主的信徒，尤其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姐妹，他们都是很安静的，但是他们信仰是很坚定的，他们很爱主，他们也很爱信徒，爱教会。所以我曾经接受过好几次那些姐妹到这个教会传道王来找我。那来了之后呢，他都手上都拿了一包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他跟我讲说，传道，这个我们教会某某人他生活上现在很困苦，那要教会能够开会决议帮助他，或者是让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可能比较困难。我看他蛮急的，所以说是不是麻烦你把这些东西带给他，那你不要告诉他是谁给他的。那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哇很感动，那我跟他讲说，那我帮你带给教会的财务啦，财务再开个收据给你。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大家都知道啦，那我找你干什么？我找你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我做这件事情。那我一直在他离开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老奶奶生活上应该也不是很好过吧？那他在教会里面好像也是默默无闻嘛，他是来聚会愿意做一些侍奉的工作，然后就回去了。我在想说，哇，真的默默在做工的人真的太多了，默默在做工的人太多了。那我们
替他很感谢神，替他很感谢神，他真的是坐在主耶稣身上，不是坐在自己身上。而这个 不仅是一个两个，我遇到好几个，遇到好几个。那这些他当然有他的权利不让人家知道，那我们领受知道了这些这些事情之后，都觉得哎呀，在主耶稣里面有很多人明白这些道理，明白这些道理，那也让我们个人觉得说，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真的重点不是在说你有多少，重点是在说你愿意付出多少，这比较重要。所以你看多加，她是一个女子妇人，你说她能够有多少财产来帮助别人？她当然不能够跟当官的把哥尼流比啊，但实际上她所得的恩典跟哥尼流差不多。她死了之后，神又让她复活啊，就好像哥尼流他是外邦人信主一样啊，所以我们应当要思想一下，在神教会里面做工的，应该是用这种心态。神绝对不是看做多做少，而是看你的心态，看你付出多少，尽了力没有，这是多加可以给我们做学习的。好，再来我们看十二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那这一段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彼得他被关了，那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在这祷告当中，除了弟兄以外，其实也不少是姐妹妇女。所以当彼得出来之后呢，他去哪里？去玛利亚家。玛利亚家呢，有使女出来开门，所以里面不仅仅是弟兄，也是很多姐妹在，也是很多姐妹在。所以为主的工人切切祷告的妇女很多了，很多。我们有很多姐妹同工啊，他们虽然所做的事工啊不能够很大，但是他们做一件事工很大，就是祷告，举起祷告的手帮助圣工，帮助圣工。我们当传道最感动的就是说，当你讲完道理下来的时候，或者说你要离开这个教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侍奉的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来跟你讲传道，我为你祷告，帮助你祷告，帮助你代祷，这就是我们最感动的地方。不要说哎呀，传道出去的都没有人为你祷告，那是很孤单的，很孤单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不一定要完全都做讲台上的工作，或是台面上的工作。那一种举起代祷的手，有时候力量这展现出来的力量，有时候比我们在台面上的工作还重要。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的这些工作能够那么顺利在推展，这些妇女代祷的这个事工相当重要。你看彼得被捉了，妇女们也为他祷告啊，神就差派使者把他救出来啊，不然彼得这个没有办法传福音啊，没有办法传福音啊，这是这个妇女们的代祷。再来，为主教养孩童的妇女，十六章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这边很清楚在讲到提摩太，提摩太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主耶稣中心的工人，他也是保罗福音的儿子，他后来在以弗所教会担任这些注目的工作，他从一而终，并且他能够为主耶稣做了相当多的事工。那他在这边特别介绍谁呢？特别介绍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犹太妇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呢是希利尼外邦人，可是外邦人绝对不会教导他圣经的道理，因为他不懂。那提摩太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忠心而且有用的工人，其实最主要的
带领者是谁？他的妈妈。所以前几天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孩子他之所以能够成长，父母占有 99.9% 的 功劳了，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有好些都是妈妈，妈妈带领，像马可，马可也是妈妈，马可他爸爸是谁？圣经里面没有讲啊，可见马可大部分都是他妈妈玛利亚来带领，还有提摩太也是。所以我们妇人妇女啊，在家庭里面的角色真的扮演的蛮重要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提摩太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的工人，马可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的工人，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妈妈吗？所以我们应当在教会里面妇女啊要重视自己的孩童，带领他到教会里面来，让他能够接受宗教教育，让他在信仰上能够成长，让他在道理里面能够长进，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保守他的信仰，并且在将来能够成为主耶稣所用的工人，就好像提摩太，就好像马可一样。这是第六个。第七个，真信主接待主的仆人，领全家归主，爱神爱人的吕底亚，16:13。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店的妇人，名叫于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里有记载一个妇女叫做吕底亚，也是欧洲第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个信徒。这个 女子啊，吕底亚真的是不简单啊！她是做生意的妇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她先生在做什么，可能这个妇人哦，她家里的生计都是操纵在她手上。他又要做生意，又要注重礼拜，所以他没有会堂，去哪里聚会？去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河边。那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那是欧洲，欧洲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们只能够在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到底那个祷告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可能是一个空旷的地方，或者是他们常常聚集一个房间的地方。但是他是在河边的。那保罗知道那里有犹太人在那边聚会，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到那个祷告的地方去。那么去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他们在那边聚会祷告，所以保罗就在那边讲道。吕底亚安静听他讲道，主耶稣开启他的心，让他听明白接受信仰。所以这个吕底亚他是一个说起来相当不简单的人，不简单的人。他能够顶起家庭的生计，他能够注重他的个人信仰。当他领受了这个得救的福音之后，他还能够带领他全家来信主，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其实我在注目的过程当中，我也遇过像这样的太太，一个姐�妹。我14年前。到那个教会去做注目的工作，那个姐妹啊，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是在做刺绣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衣服要刺那个花边啊，她是做这样的工作，生意很好，她的那个手艺很棒，她可以不用压花。他只是把直接把它绣上去，能够绣出一只鸟，手艺很好。那以前学生有要绣字有没有？绣名字、绣学号，他就专门刺绣，都不用压那个，就直接马上绣上去，那手艺很好，所以他生意做得很大。他也请了两个工人帮他，但是啊，全家里面就只有他姓主。他为什么信主？因为他大儿子出生之后，他孩子一到太阳下山，他都开始哭了，哭整个晚上，
哭到哦，隔天早上太阳出来，就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啊，只要太阳下山，他还是哭，哭到太阳升上来。那他妈妈就是这个姐妹的妈妈，是我们教会的老信徒。他爸爸也是老信徒，但是后来因为软弱，所以离开了教会。那离开了教会也搬离开了，全家都搬离开他们原本的家乡，就来到我14年前所注目的那个教会那个地方。所以他爸爸根本都没来教会，所以整个信仰都就是他妈妈在带。他虽然信仰都妈妈他带，但是孩子都不敢给他受洗，因为他爸爸会阻挡，因为他爸爸已经离开教会，爸爸会阻挡。所以孩子长大了，他妈妈都讲故事给他们听，但是没有受洗。好，一直到都长大了，结婚了，这个我现在讲的这个姐妹是排行老三，她有八个女儿，两个儿子，总共10个，我们都称她为八仙女，八个女儿，两个儿子。那这个我要见证这个是她的老三，我们都称她三姐。那她后来结婚之后，她先生在这个电力公司上班。这个政府的单位电力公司上班，那他本身就在刺绣，他生了第一个儿子，男孩子，很高兴，但是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就发生这个事情了，他每天一大下太阳下山就哭了，然后哭到隔天的太阳升上了，哇，受不了，那大概哭了一个多月之后，孩子因为哭太严重了，所以就散气，知道吧？就产生散气。那更可怕，更厉害。所以有一天他真的受不了了，晚上大概说11、12点受不了了，他就把孩子抱着回家去找妈妈。从他住的到他妈妈那边骑车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他就把孩子抱着，把那个绑在那个前面，然后骑着摩托车，就到他妈妈了。妈妈已经11、12点了，妈妈已经睡觉了，那时候已经受不了了。就把他打门，哗哗哗打门，那妈妈想说这么晚了怎么有人来呢？打开是他的女儿，三女儿，那三女儿就在那边哭了，哭说哎呀妈妈，我的孩子每天到晚上太阳下山就哭，哭到隔天早上太阳升上来，怎么办呢？然后他妈妈没有说第二句话，就往他的嘴巴一啪掌就啪过去，就巴掌打过去了。为什么要打他？因为他妈妈很早就跟他讲，这是他自己比较硬心的，就是讲说，从小妈妈就讲道理给你听，讲圣经故事给你听，从小每天晚上都讲故事给你们听，跟你们见证耶稣的恩典，你就是不信。那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你孩子哭成这个样子，一个多月了，你还不信，你还不懂得跪下来祷告，你什么都不懂，你只懂得要去赚你的钱。做你的事，大事业，哇！一直就开始骂他，骂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在骂的时候，他孩子就哭了；在骂的时候，那个孙子就没有哭了。骂了半个小时，就跟他讲：“我以前讲了10多年的这个圣经的故事给你们听，你们都忘了吗？你都把我当成耳边风吗？”我骂了半个小时，然后骂完之后呢，他的这个女儿妈妈已经骂他了，那女儿就很觉得很愧疚了哈。那他妈妈就跟他讲：“现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只有跪下来祷告求耶稣了。你的孩子已经散气了，很严重了，然后一定要祷告，求主耶稣让你的孩子能够不要再哭了，能够好起来。啊，他们两个母女就祷告完之后呢，这个孩子那天晚上你就不要回去睡了，就在这边睡觉了。你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睡好，你去睡，妈妈替你照顾你的孩子。结果他去睡了，孩子也睡了，他的妈妈也睡了，睡得很好。隔天起来，都睡得很好啊。那个姐妹来问他妈妈说：“妈妈怎么样？哪会哭啊？昨天晚上很好睡啊，我也很好睡啊。怎么可能？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好好睡呢。白天要工作，晚上又不睡，我真的快受不了了。所以我才来找你啊，就跟你讲，一定要靠耶稣了。那后来感谢神，那就到教会里面来慕道。
悟道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那查考道理。啊，其实这个姐妹她也是心就是比较，比较什么比较硬的，就是说她如果没有找到真正的那个证据哦，她绝对不会信的。所以她已经看到她的孩子这样子，她还是不信了。这个人真的很心很硬，所以她一直要查考道理，因为她是有文化的人，她查考道理，查考到说，哎呀，真的。真的要去信耶稣才对，虽然他小时候常常听妈妈讲故事，但是他就把它当成是故事书啦，故事啦，所以他才有这种心态。他后来他到教里面来查考圣道一年多的时间，他明白圣经的道理，他祷告，不如他有时候祷告得到圣灵，他就没话说了啊！真的是教会里面有圣灵同在。后来他跟他的那个儿子要去受洗，结果要受洗的时候呢，他先生阻挡。你要受洗是你的事情，孩子是我的，所以你不能够把我的孩子抱去洗礼。哇，他这个姐妹心里很难过，孩子是你的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如果主耶稣没有救他，他能够是你的吗？你也知道他在我们家里面哭了一两个月啊，那如果不是我们祷告，哦，这个他怎么会好呢？但他先生不理他，不管他了，反正孩子是我的，你要洗你自己去洗，我已经允准你去洗礼了，你要高兴了，你要把我的宝贝孩子抱去洗礼，啊，因为信耶稣的人死了之后，不，信耶稣之后就不能够，啊，拜拜嘛，拜他，万一他死了就不能够拜他嘛，对不对？他也担心这一点，所以他孩子一定不能去洗，所以后来没办法，虽然报名了，只有他妈妈去洗，啊，但是啊，他妈妈哈，因为很忙啊，后来他得了那个。肝炎啊，不是肝癌，是肝炎，肝发炎，啊，肝发炎。他每天早上来找祷会，问我了，问传道，肝发炎怎么？我的脸都已经发黄黄的了，整个脸熟都黄色的呢，很严重，急性肝炎嘛，怎么办呢？我常常祷告，为什么好不了呢？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祷告就好，我怎么祷告不好呢？我就跟他讲说，虽然祷告可以。所以主耶稣会医治你，但是问题是你自己都不爱护自己，怎么主耶稣会爱你呢？你每天晚上都要做工做到两三点，早上五六点就起床，一天睡三个小时，你当然会得这个病啊！你要把你的时间挪出来，哦，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祷告的时候祷告，该做工的时候做工，那你马上会好。他说听我的话就去了，结果感谢神，那病就好了。后来他有一次来跟我交通嘛，他说传道，我很希望哦，很希望我的家人通通信主，我很希望。然后我就跟他回一句话，我说当然要有这个励志啊，要让全家来信主。但是啊，如果没有办法通吃的话，也可以禅食了，知道意思吗？没有办法通吃，没有办法一次通通叫他们来信没有关系，但是一次一个，久了之后也通通会来信。哇，他就把这句话记起来，哎，不能通吃没关系，但是也要禅食，一个一个把他叫进来。后来最先洗礼的是她婆婆已经七十，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差不多。她婆婆从小就是拜拜的，而且她婆婆很厉害，还会教人家怎么拜，什么时间怎么拜，用什么东西来拜。所以他指导人家的，但是他是第一个洗礼，为什么？被我们家那个姐妹感动。他说从来没有找过看过那么好的媳妇，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好的媳妇。他的这个婆婆是不可能来信主的，但是因为看到那媳妇这么的好，所以他说：“哎呀，信耶稣真的好，我要跟你去信耶稣。”是他婆婆自己说我要去信耶稣的。说他来受洗的时候，他那个姐妹哇。高兴都掉眼泪，我的婆婆这么久拜拜这么久，拜拜七十年了，她都还信主。后来她的儿子也来了，她的儿子是自己去受洗的，自己到其他地方去受洗的。她的女儿，她还有三个女儿都来了，最后来的是她先生。她先生大概是在三年前，那时候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她先生在三年前受洗的，为什么受洗？中风不能走了，啊。不能走了，后来去传给他，他终于啊软化低下头来愿意受洗。
那受洗之后呢，感谢神，神医治他，现在还在上班，中风哦，本来是躺在病床上，一手一脚都不能动的，但是感谢神啊，经过信徒爱心帮他带祷，啊，受洗上来之后，经过之后半年的时间，他就全部都完全跟以前一样，没有影响，可现在在上班，现在还在那个电力公司上班，哦，所以你看这个。吕底亚的这一种工作，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有吗？有，而且不止一个，不止一个。所以你看，一个妇人，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所她彰显出来的功能，跟在家庭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功能都一样的，都一样的。吕底亚她先接受了，后来她全家都信主了，啊，后来她信主了。所以这个力量真的是不可忽视，啊，不可忽视。好，再来，我们刚刚所读的是八章的那个百基拉，他是业余的传道，百基拉，业余的传道，他自己也在做工啊，但是他也是当传道啊，所以你看他到处传福音，跟保罗出去到处传福音。亚波罗信主，亚波罗是一个最会讲解圣经道理的人，结果他信主是谁传福音给他的？百基拉跟亚居拉。所以我们不要轻忽了姐妹在教会里面的福音工作。侍奉工作，哦，这是不可忽视的一股绝对的力量。那么我们当妇女的人也应当要有这一种认知，我们应该要效法使徒时代的那一些啊妇女们啊，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当中，能够彰显出我们当妇女啊所可以给教会帮助的一个工作，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让家庭带来恩典幸福的一个工作，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人一样，我们再看第九个，说预言的女先知。这个说预言就是什么？就是讲到的女人，女四个女先知讲到是谁的女儿？腓力的女儿。女先知讲到，所以我们今天安息日有两个女先知讲到，这个姐妹讲到，在我们那边是很少了，我们那边是。比较少姐妹讲的，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但是他们有讲课，就是说宗教教育讲课。我们那边姐妹讲到的比较少，非常少，非常少。所以我们那边可能比较偏心一点点。呵呵，我感谢主了，这个都有它的啊，它的好处的地方啊，好处的地方啊。那也听了，哎，听了今天的讲道啊，也。哎，感谢主哦，得到蛮多的造就哦，我们蛮长进的了哦，大家讲到都很有力量啊，也能够讲一个多小时的这个道理啊，声音都没有变，而且很好听啊，感谢神哦，我们大家彼此造就了啊，彼此造就，那我们大家要立志，要立志，啊，每个人在侍奉上哦都不落人后，不落人后不是要跟人家比较了，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尽自己的责任在应该所负的这个工作上面不要退后，我们要谦卑，但是有时候在圣工上要当仁不让，我们要谦卑，但是在某些事工上也要当仁不让，不然的话有些事工都没人做了。好，第十个，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一些不好的妇女，比如说第五章那边记载的那个啊，亚拿尼亚夫妇的那个事件，他的太太叫做撒菲拉，撒菲拉，哦，他可能也影响到他的先生了，所以他们才会同心的来试探神，欺骗圣灵，哦，有好的当然就应该有一些坏的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成为那一些坏的，啊，哦，撒坏的撒菲拉，撒菲拉。撒菲拉他跟先生同心没有错，但是是同心在不好的事情上面。好，第十一个，还有一些尊贵的妇女逼迫主的工人，哦，逼迫主的工人，当然他是被利用的啦，哦，所以有时候妇女，哦，比较好利用，因为妇女的耳朵比较轻一点，比较轻，知道意思吗？常常会被影响，影响说，哎，听到一些声音，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说，哎，看一个影，生一个囝，
听不懂？看一个影，生一个影，这有道，这个有押韵的，就是说看到影子啊，就看到一个影子就生了一个儿子了。意思就是说，只有影子而已，你就把它说成好像一个孩子一样。这个意思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渲染它，很多事情都是我听到一点点就把它渲染出来。有一句话说，记东西会少，记话会多，知道意思啊？我这个东西，我这些东西寄放在你那边呢、啊，等我去拿回来，怎么少了？怎么少了东西？那计划呢？哎，妈妈，你帮我传几句话给告诉他。奇怪，我讲三句话，他去了讲了十几句。所以说，寄东西会多了，计划会少，不，寄东西会减少了，计划会多了。人哦，为了要表达一件事情，让他能够觉得很好，所以夸大其词，夸大其词。啊，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啊，所以那个妇女，他们这个尊贵的妇女啊，他们为什么被手动？他们为什么去手动那些尊贵的妇女？因为他们比较好说话，一讲呢，没有去查问，就发生了这些问题出来。所以我们当妇女要特别谨慎这一点，啊，特别谨慎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慎思明辨，才不至于因为透过我们的嘴巴，透过我们而造成更大的困扰，好像把这个保罗呢到处赶啊，到这里也被尊贵的妇女赶，到那边也被尊贵的妇女赶，啊，怪不得第二次保罗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对付那些尊贵的妇女，对付的方法就是来信耶稣啊，他们来信的时候就不会赶了嘛，哦，这个是啊《使徒行传》中的几个妇女。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模范夫妇雅居拉和百基拉。这是一对模范的夫妇。如果教会里面像这样的夫妇多了，100%教会一定会兴旺。哦，这一种模范夫妇在教会里面如果很多，这个教会100%一定会兴旺。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模范的夫妇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他们有同一个信仰。在18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那边讲到，他们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信仰就是幸福的来源。同一个信仰就是幸福的来源。没有同一个信仰，有时候观念、价值观、人生观，哦，会有不同。那不同呢，当然就有问题了。比如说，安息日到了。大家都休假，信主的太太说：“哎呀，休假了，我们大家要去聚会，把孩子带走去聚会。”先生说：“我难得休假，为什么不出去玩呢？为什么不出去看一场电影呢？为什么一定要一休假就往教会里面跑呢？你能够怪他吗？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在他的心里面，他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难道不能够去其他地方吗？但是以我们信主来讲。”来到教会是得到恩典啊，来到教会是遵守神的道，我们家庭才能够得到平安，我们将来才能够得救。这立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信仰不同，所以不能够彼此互相怪对方。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婚姻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同一个信仰，我们是信耶稣，真耶稣教，我们找一个一样是基督教，要来聚会一起来。要去玩，一起去玩，那不是很好吗？没有问题啊，没有这些问题在嘛，是不是？所以婚姻要幸福，首要同一信仰，同一信仰很重要。好，可惜我们这边大概都结婚了哈，没有，有一个妹妹啊，妹妹还没结婚啊，妹妹还没结婚啊，这个耶和华以勒啊，同一个信仰才是幸福的来源，这是雅居拉跟百基拉给我们。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重点。再来第二个，夫唱妇随，夫唱妇随，由罗马离开到哥林多，先生到哪里啊，太太就到哪里。哦，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哦，这个其实也有它的道理存在啦。那有人说，哎呀，中国人最不重男轻，最这个最男女最不平等了，
其实有时候男女很难说平等的啦，怎么平等呢？好吧，如果要平等的话，男人力气比较大，当男人把很重的东西拿起来的时候，你拿，要平等的话换你拿，我看你就说你是男人呢，你是男人就要拿，谁说的？我们平等换你拿，一定拿不起来的嘛，对不对？然后呢，男人说女人就讲了、啊，哎，你是你，我们要平等嘛哦，现在要煮饭换你去煮。我太太如果跟我讲换我去煮的话，我就跪下来说拜托了，你去煮，我不会煮饭。那不一样的啦，我们应该不是追求平等，应该追求平衡。平等跟平衡是不一样的，神造人本来就不同，怎么平等呢？那平等的话好啊，你跟我平等，然后你一定要跟我一样高。那个比较矮的姐妹就嫁了，没有地方嫁，对不对？平等跟平衡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找平衡，不是找平等，永远没有办法平等的。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男人嘛，怎么可能男人跟女人有平等的呢？哦，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圣经的道理里面，它是告诉我们要平衡，我们要发挥出男人应该有的特色。神造男人的特色是什么？发挥出来。然后呢，我们也要发挥出神造女人的特质出来。男人就是阳刚嘛，女人就是什么柔和嘛，男人就是粗心大叶嘛，女人就是细心嘛，对不对？你总不能一天到晚叫男人在家里面在那边刺绣吧，他的手指都那么大怎么刺绣呢，对不对？那你不能叫女人通通到外面去拿那个锄头啊，他拿没几下回来就整个手都是水泡了，对不对？神造的就是有他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寻求的不是平等，而是平衡。好，那雅居拉跟百基拉他有时候在圣经里面记载是他在前面哦，有没有？我们看到圣经百基拉、雅居拉，后来雅居拉跟百基拉，所以有些人就把他搞错了，到底是百基拉是男的还是雅居拉是男的？因为圣经有时候把雅居拉摆前面，有时候把百基拉摆前面。这什么？虽然雅居拉他是丈夫离开了罗马到哥林多去，百基拉对着他跟着他去，但是有时候呢，有时候在圣公的需要的时候，百基拉却在前面的，夫唱妇随，不表示说姐妹完完全全都一定要听弟兄，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那种心一定要有。神造人，先造男，再造女。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是男人的肋骨，这个是绝对跑不了的道理啦，啊，绝对跑不了的道理啊。所以有人在争平等的时候啊，就又出现一个笑话，不是争平等啦，在争哪一个男的比较好，还是女的比较好，所以两个夫妻就斗嘴啦。女的说，太太说女的比较好，女的比较细腻，男的说男的比较好。那男的就问女的了，为什么女的比较好呢？他说，你看哦，你要看圣经，你看圣经就知道女的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你看神在造，用六天创造万物的时候，有没有越造越好，越造越好，对不对？最后再造男人嘛。那请问你是先造男人还是先造女人？当然是先造男人啊，所以先造的比较不好啊，对不对？后造的比较好嘛，因为圣经的造，我说造，哇，这个弟兄被他一问啊，有道理哦，哎，女人比男人好，哎，越造越好嘛，对不对？但是后来这个弟兄想一想，不对，我是越造越好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看这圣经？你圣经没有看很熟，我跟你讲，女人是怎么造的？女人啊，女人当然是从男人肋骨里面造的，对对，我知道。问题是，神要把男人肋骨拿出来的时候，男人怎么样？男人是睡着了，对呀。女人是男人糊里糊涂的时候被造出来的啊，所以女人是糊里糊涂的，所以男的好啊，这女的好。没有办法去说谁好谁坏，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过程就是很奇怪啊、哦，没有办法去比较的啦。意思告诉你们，没有办法去比较。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真的啊，
神造万物的时候是越造 越好嘛，然后最后再造人嘛，造完人之后，最后造的什么是女人呢？所以女人是最精细的，难怪女人会那么细心。但是呢，女人确实在男人睡觉的时候，沉睡的时候糊里糊涂被造出来，所以有时候女人也糊里糊涂。她脑筋好像少了一个主见的，少了一个主见。哦，这是我自己弄出来的，这跟神经没有关系。不过这个有时候也想一想哦，在圣经看圣经，有时候想一想，觉得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哦，不然的话看到会最后会睡着了。讲到最后你都睡着了，我就不用讲了。这个是一个过程啦，是一个过程哦。所以你回去不要跟先生吵架，说我比较精细，你比较不精细，那先生也不要跟他的回去跟他来讲，你是我糊里糊涂造出来的，啊，这个是想我们想这个地方来想哦，提醒我们，啊，夫妻之间相处没有平等，没有所谓的平等，应该是平衡的，我们要去找到夫妻之间的平衡点要找出来，那平衡点找出来呢，我们才能够像百基拉跟雅居拉一样，夫唱夫随。夫唱夫随，哦，这平衡点如果没有找出来，在那边相争啊，争我平，女的要争平等，男的要争大，那家庭一定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这是平衡点一定要找出来。好，再来第三个，他们职业圣公化，职业他们有没有职业？有啊，他们在做什么？帐篷，支帐篷为业嘛，但是他们职业是不是为生活？不是，他们是为圣公。所以他们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做这个行业，不是，他们是为了，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可以传福音，我为了传福音到这个地方来，但是我要生活，所以我就做支帐篷。那种工作跟保罗一样，保罗也不是为了生活，为了赚大钱，所以到哪里去赚钱，不是，他是去传福音，但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所以他支帐篷为业，这叫职业圣公化。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信徒，他的观念是说我生活过得去就好，但是我的工作我是以教会的事工发展做一个考量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职业圣公化。什么叫职业圣公化？过去我们有一位长老，姓郑，郑中普，他真的是忠心的仆人啊。后来他案例。长老说改称做中仆嘛，中心的仆人。他一辈子里面哦，他搬了8次家。我们想说奇怪，他干嘛要常常搬家？他为什么搬家？他不是为了搬家而搬家，他是为了传福音而搬家。他本来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搬到那边去？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信耶稣，所以他就离开他原本住的地方到那边去，然后把这个地方设立教会。设立教会之后，哎，已经有工人了，他就把他丢着，又搬到另外一个家，搬到另外一个部落去，搬到另外一个村去，在那边又传福音，传了几年之后，哎，又有教会了，又有搬家，总共一辈子搬8次，现在已经90几岁了，身体健康啊，他还可以背我呢，92岁了背我，啊，王传道，我背你，我说拜托你饶了我吧，万一有了什么损伤，我怎么对长老娘交代呢？他说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92岁了。我还背得动你，我说长老，我70，不要讲几公斤，大家都知道，我70几公斤呢。他说啊，70几公斤，他孙子都80几公斤，他还背上92岁呢。现在哦，去年不是现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去他那个教会协助圣工的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他真的可以背得起来，还可以走很远的路，他以前传福音都是用走路的，哪里有车子都没用走路的，所以他搬家是这样搬。然后我问他说：“你怎么搬家？”他说：“我家里很简单，弄一弄，我背一个包包，我太太背一个包包，我孩子背一个包包就走了。然后去了呢，就租房子，哦，就在那边。那他一辈子当搬了8个家，最后住在哪里？最后住在山上。”住在一个比较靠近山里面的一个山上，啊，我们称那个地方叫世外桃源，那个地方也成立一个教会，第8个教会叫南西教会，南部的南，东西南北的南，西是溪水的西，南西教会，
那教会最近也重新盖新的会堂，很漂亮，信徒大概将近200个，这样他总共走了八个地方，八个教会，这就是什么职业圣公化。他做什么工作？他就是有时候打猎，他是原住民嘛，山地有时候打猎，很会打猎，山猪啦、山姜啦、山羊啦，啊、哦，还打到那个石虎啦，哦，都打猎，就是这样传福音的、啊，职业圣公化，哦，这是很特别的啊、哦。再来第四，他接待主的仆人，谁啊？保罗，一年半，啊，保罗到哥林多都住在他家，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他自己要生活，他又要去传福音，他又要接待保罗，这个家真的是蒙福的家庭，蒙福的家庭，所以真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一对夫妻是唯一被纪念的一对夫妻，一对哦，很少说一对的，大概一个人出来而已了哦，但是他一对出来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再来，第五，他与保罗同工，他跟保罗同工。保罗是一个忠心的主的工人，他的工作精神是不得了的，他可以把自己生命丢掉都没关系，能够跟这种人同工不简单啊，能够跟这种人同工不简单。过去我们老前辈啊，他们的工作精神都非常好。所以年轻人跟那个老前辈出去同工哦，哇，累得不得了。因为他们都好像都不会累，基本上不是不会，他们是忠心到底啊，忠心到底。像有时候他们一出国，8个月才回家一次。哪些人可以8个月才回家一次呢？8个月，出去国外啊，8个月才回来一次。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那回来呢？回到家里啊，那个回到家里的时候。叩门啊，按门铃，咚咚，孩子出来开门，哭着跑进去了，然后跟妈妈讲：“妈妈，外面有一个陌生人呢。”爸爸按门铃，孩子出来开门，孩子跑进去跟妈妈讲：“妈妈，有陌生人要找你。”妈妈说：“怎么会有陌生人来找我呢？”出来看，哎呀，是我的老公啊，是孩子的爸，孩子不认识他了。8个月回来，当然不认识他。这过去常常有的工人是这样子，前辈了，出去就是一直走了几个月才回来，东东回来休假2天，然后呢，等跟孩子已经熟了，可以要叫他爸爸了，叫了几声之后又要走了，要走了之后呢，孩子就抱着爸爸的腿啊，爸爸你不要跑，不要走了，不要，你不要走，你看你走得了吗？那一种步伐，哎呀。千斤重担压肩头啊，不是赞美诗说压我两按我两肩问我所求何事吗？不是那首赞美诗，不是有赞美诗说按我两肩问我所求何事吗？有没有这首赞美诗？有啊，哦，他是千斤重担压肩头，但是啊，他很看起来很勇敢，但很脆弱了。他说跟孩子讲，献上的怎么可以拿下来呢？爸爸已经献上了，所以我不能够拿下来。就把孩子拨开交给妈妈自己出去了，很勇敢啊，但是出去外面哭啊，哭啊，哭一哭，哭一哭啊，哭哭哭完了之后擦一擦，好吧，走吧，开始走，又走，绕几个月回来，东东又不认识了，这是过去的，过去的功能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为福音同工跟一起受苦不简单啊，我们要去考量一下啊，好吧，有人在跟我讲说时间到了。好，同心莫打。